大家好，我是勇哥。你看去年好干了，我要的这片猕猴桃大部分都干死了，全遭大海城的庄庄，这些都完全浪费了。哦，干了，你看焦干的。今天我要把这个油菜弄来割了，这个是菜太太油菜，要黄得早点。但是我又有这个血菜吃了啊，看好多花花喷香的，吹的柿子油的，哇，好香了。这吴团长，摘了我花，摘了我种水果还是好。每天都是红火大太阳，这个油菜硬是黄得快得不得了。这是早晨浇割，你下午割的话，你碰到了哈，它要爆。那铺的这个泥，到时候它干得快一点。到时候我拿一张胶纸在这土里边来，就打就回去了。这是啥子品种？那种别个，那种是大头，是大头菜。大头菜。大头菜啊。割的嘞。哎，底下那点你割了好天了嘛？割了好几天了嘞。哦，我也是，那才割的早。那黄的早点拿，我说那黄了啊，我怎么割了？干掉了，干掉了就黄的早。嗯。这块稍微好点嘞。好。种这种油菜很安逸，之前把菜太太吃来吃了，然后过后现在又割油菜，还一举两得。今天这小菜子好割，啊，沙沙沙棚的割得慢的。这个到底吃了太太的话，嘎？嗯。这个油好得很哦，它的油里边抽出产量不高，低得很。油要。头年子栽的，它第二年子生了的。哈哈，啊，我这不是啊，我这这底儿还要黄的，比南面还要黄的啊。啊，高级都还有香，高边还有，嗯，那个香。哦，就的那个的喽。啊，哦。这个吃没吃？太太吃那个头。反正我没有吃的，我都没得吃它。没有吃。那辣的都轻飘飘的，这是啥？这个菜子吧，发不起成熟。嗯，像米面包嘛，是辣的沉甸甸的了嘛。包了这里要包回去啊？随便嘛。是紧了的这样，到时候胶质那些就挨着挨着就打了。要的啊，打那些油还是不要打了。哦，难得就包一点。我还有老油菜没得不得？有啊。哦。我还有两包嘛，确实好多油菜，两包子。这一片也割了，一号弄来割了，两号一起打。
太阳出来了的，过来正好晒一截。马上就扣完了。黄老大，他说啥子哦？吃白菜噻，知道吧？吃白菜啊，红薯没有。有时候那腊肉嘛，那煎的嘛就不噻。这两个黄包嘛。哦，对啊。你们吃一块饼面包，我也得吃。都你才吃噻，那些买完吃的。哎，院子开花了，你看。这个现在凉吧？切的，嗯，切就，你煎我煎，你煎，我弄菜呀。黄干黄包。黄包不但可以蒸来吃，而且还可以煎来吃，煎来吃更香。你把碗儿去吃，你也煎菜哈。好的。现在下油，点点儿生抽起来的，还干了，干得很，没什么办法了。嗯，嗯，班长，我把你两个分了，给我一点儿。吃不下了。吃不下了，吃笼子吧，我吃那会儿吃青菜嘛。